这个蔡耀新问的啊，请问历史上有修行人改变自己八字的天干地支的吗？我指的是四柱八字，不是运程。请问内法二观的修行能够改变八字的天干地支吗？还有什么法可以改变自己的八字天干地支吗？能不能明示或暗示，在哪本佛经或者是道经？据我所知道，人是不能够改变自己的八字天干地支。八字就是年月日时，啊，年月日时，甚至到分。这当然是不能改变的，因为你出生就定了嘛。年月日时哪里能够改变？这个四柱嘛，这个叫四柱嘛。天干地支当然是不能改变的嘛。那能够改变的修，你修行当然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嘛。这就是立命之学嘛，你看看颜了凡的立命之学就知道了。立命之学就可以改变命运，不是改变四柱八字，不是的，不是改变四柱八字。我们人一出生，这个四柱八字就定了嘛，是不能够改变的。但是能够改变的，就是有立命之学。像颜了凡的那个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就有立命之学，看一看就知道了啊。但八字是不能改变的，你自己改变也没有用啊，你原来的八字就定下来的了。